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网络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很高兴今天晚上我们又可以一起来赞美神。赞美神实在是我们生命的恩典，每一次我们赞美神，神就设立他的宝座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神他是住在我们的赞美当中，所以晚上我们要好好的来赞美神。赞美就是给魔鬼敲丧钟，赞美会让你战胜一切的恐惧。所以今天晚上不管你的环境如何，我们越赞美我们就会越刚强。虽然仇敌常常透过环境，可能是工作上的压力、疾病的痛苦、和人的关系出问题来恐吓你，可是神鼓励你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所以今天晚上让我们借着赞美好好的赞美神。主的喜乐是你的力量，主的喜乐让你心中所有的害怕恐惧都可以远离，好不好？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好好的赞美神，好好的仰望神，让耶稣为你征战得胜。主的喜乐是你的力量，阿们。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依旧我的神欢喜快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依旧我的神欢喜快乐。主的喜乐，阿们。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
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我要赞美，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要赞美，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好好的来赞美神，我们大大的来赞美神，哈利路亚。阿西基亚拉萨达达莱阿瑟拉法西基拉卡比萨达西亚拉西里亚拉玛谢勒勒，哦耶稣要来赞美你，哦耶稣要来苏库里亚拉玛西里耶勒，他的苏库西里亚拉拉里亚卡巴谢勒勒，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大大的赞美神，哈利路亚，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哦，所以我们要扬起我们的声音来，好好的赞美神，大大的赞美神，是你呀，妈妈，我虽然那时刻呀，所可想呀那，哦，那是你来给什么需要的所，都那是你呀，那那那么是你的，主赞美你，我赞美你，主赞美，我赞美。So koshi yanda na gabasiri yana mashiri yane Hallelujah Oh so koshi kiri yane Na gabasiri yana mashiri yana base Kuru rakabashiri yo Rakabashiri yana mashiri yana Na nani akababashiri yane Zame wio zame wio ganshi ni Wio zame wio ganshi ni敬拜敬拜耶稣，敬拜敬拜荣耀的主，那西里亚那玛西里亚嘞，哈利路亚！神啊，我们要赞美你，哦主，我们要抖下身上的尘土起来，哦主，我们要抖下身上的尘土起来赞美你，哈利路亚！卡巴西里亚那巴巴巴巴巴巴的尤卡巴西里亚嘞，格鲁索。
时候，你要借着不断的赞美、祷告、相信。当你不断赞美、祷告、相信的时候，那个信心的灵就会从我们的里面不断不断的涌出来。神透过圣灵就浇灌信心的膏抹在你的身上。保罗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在这一切的事上，所有的事，也许今天晚上你为着你的儿女非常的焦虑，你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你很担心很紧张，可是让我们不要被负面的思想充满，不要一直想那些悲观的可怕的那些问题，让我们更多的来思想仰望神，一直思想神的话。哦，他是为我们征战得胜的神，在神凡事都能。哦，主，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你。主啊，主啊，你要成就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弟兄姐妹，就是这样不断的思念神的真实、神的伟大。有的时候我心中也会有一些害怕，可是我明白，当我害怕的时候，我所要做的事，我现在所要做的选择，就是我要来祷告，要来祷告，我要来信靠神。因为我们的神，他要使你的脚快如母鹿的蹄，神要使你在高处安稳，神要教导你的手能以征战。所以你不要担心，神会带领你，他是我们的良朋密友，他在我们的里面，他会给你策略，他会给你引导。今天晚上你最大的需要就是被圣灵充满，被信心的灵充满。哦，当我们不断的赞美神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哇，忧虑真的跑走了，我所担心的事，你所担心的事，我保证它不会发生。因为耶稣掌权，当你不断的赞美，当你不断的赞美，你要抖下身上的尘土，看见耶稣坐在宝座上，看见耶稣为你掌权。所以好不好，这个时刻让我们再一次的赞美，我们祈求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这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夜晚，这是耶和华的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求神这样充满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开口来祷告，哦，圣灵从我们里面要这样涌流出来，大大的来充满我们。哈利路亚，是的，要拿到那里，要搞宝宝宝的，要搞宝宝的的圣灵，圣灵充满，圣灵充满，那生命的活泉，哦，在我们里面有这样子来涌流。哈利路亚，是的，要拿到那里，要搞宝神说，哦，看啊，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哈利路亚，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那活水的江河来。哦，今天晚上神要让我们的腹中要流出那活水的江河。哦，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就是祷告，就是相信。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追求，让圣灵大大的来充满。哦，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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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充满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所有的恐惧焦虑都要离开你。哦，
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继续的赞美。哦，你要赞美到你忘记你自己，你要赞美到你忘记你自己，忘记你的烦恼、忧愁、你的疾病、你的重担。今天晚上全心全意的就这样来仰望神，仰望神的自己。卡拉斯卡拉尼亚卡巴什亚纳。圣灵来充满，我奉耶稣的名，圣灵来充满，哦，圣灵大大的充满，然后生命的活水涌流在我们里面。今天晚上我感觉神要把他的眼光，把他的心更多的赐给你。耶稣的时代，周围也是充满很多的问题，也有很多问题的人，可是耶稣的眼光，耶稣看他们，跟旁边的人看一个人，看一件事，却是大大的不同。旁边的人看到撒该，看见的就是他的贪心，他的讨厌，他的自私，没有人想跟他做朋友。可是耶稣却看见他是一个自卑的人，他那么的软弱，在他的心中他渴望爱，他渴望友谊，可是他没有，所以他用追求金钱来包裹，来包装自己，想寻求人的肯定。耶稣是这样来看一个人，别人看见那个血漏妇人，人们觉得他是不洁净的，他是污秽的，人们拒绝这样的人，不愿意跟他说话，能离多远就离多远。可是耶稣却看见他的无奈，耶稣却看见这个女人她的孤单，她的无助，她多么渴望可以健康，可是她没有办法。今天晚上我相信神要把这样的眼光赐给你。你周围有很多的问题，很多问题的人，可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思想，它会引发出另外的问题，或者是你的决定。但是如果我们拥有天父的眼光，那就会不一样。你会发现天父的眼光在你的心中
它影响你，就做出一个全然不一样的决定。它也改变你的态度，改变你的思想。所以要紧的不是你旁边这个问题人物，这个事情有没有改变，要紧的是你需要天父，从天父来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看你周围的环境。所以好不好，这个时候让我为自己祷告，主求你帮助我拥有耶稣基督的心，主你把你的眼光赐给我，让我从你的眼光来看事情，看问题。神啊，我需要，让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同心合意的为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哦，神啊，来来，有干巴巴的，有干巴西的，对对对对，有干巴巴的，有干巴西的，对对，所可是亚拉巴塞，你塞给你心里所看见的，比你的肉眼所看见的更加真实百倍。哈利路亚，耶稣希望，耶稣希望你能够用心灵的眼睛来看。哈利路亚，西格里亚拉巴索克西安达拉拉，伊格里亚萨玛拉巴西亚拉。哦，耶稣，耶稣，把你的心赐给我们。哦，主啊，主啊，多么渴望！主啊，主啊，仆人的眼睛怎么样望主母的手？主啊，使女的眼睛怎么样望主母的手？主，我们的眼睛也是这样，照样的仰望耶和华我们的神。主啊，我们要这样来仰望你。主，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要这样来仰望你。主啊，让你的心思更多的充满在我的里面。哦，西格里亚拉巴巴巴的尤伽玛西里耶，我苏克西里亚拉玛西格里亚拉玛西里亚拉玛西格里亚的。主，我要来赞美你，主要敬拜你，主要感谢你，哈利路亚，耶稣，耶稣，耶稣。有何谢谢你呀啦巴西里呀啦巴西对对对哦耶稣，这个时候主，我祷告你，主，你要更多的来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网络上的家人朋友。主，你把你的心思，把你的眼光更多的放在我们里面。哦，主，让我们可以拥有天父的眼光。哦，主啊，我们非常的需要，我们非常的需要。阿拉嘎巴萨巴巴巴巴巴巴巴里乌嘎巴西里亚那拉里乌嘎巴巴巴巴巴巴里乌嘎巴西里亚那拉拉里乌嘎巴塞，滴滴滴滴呀那拉里乌嘎巴巴巴里乌嘎巴西里亚那巴巴巴巴巴里乌嘎巴西里亚那滴滴滴呀嘎巴巴巴巴里乌嘎巴塞，滴滴滴呀嘎巴巴巴巴里乌嘎巴西里亚那拉里乌嘎巴西里亚那拉巴塞，我苏克西亚哈哈哈里耶，苏拉西基亚那阿巴塞勒亚拉塞拉克斯提里菲斯基提提达萨乌耶稣耶稣耶稣。扶持你的儿女，主啊，你的温和使我们伟大，主啊，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力量。主，我们要赞美你，主，我们要这样大大的赞美你，主啊，你要这样来帮助你的儿女，主啊，更多的定睛在你的身上，定睛在你的身上，哈利路亚。哦，主，西里亚拉巴赫克西里亚拉巴塞 ，Life is the tea to feed, to the stove is the tea feed, like if it's tea, to do t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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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kia stay free, stay free, stay tight, kia stay free, stay free.
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定会有转化的。这些问题，这些人，一定会有改变的。我知道神，他要先来做工在你的身上。当你先改变，当你先来调整你的心思意念，神也会在你的环境里面来动工。所以不要担心，不要害怕，神他始终在宝座上，神能够在一秒钟之内可以转败为胜。如果你真的信靠他，你不用接受那个失败的思想，好像你因为这个人你很无奈，你很痛苦，其实真的不需要。当我们拥有天父的心，一切就不一样。神那么爱我们，今天晚上再一次的想到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他那样的爱我们，他记得，他知道你的需要，神他要伸手来帮助你。所以今天晚上更多的仰望神，当然我们有很多的需要，我们还要继续的祷告。你也可以把你的问题写在旁边的聊天室，让我们可以齐心的来为你祷告。我们有内在的需要，我们也有外在的需要，都需要祷告。神也喜欢垂听我们的祷告。可是我自己觉得，如果你的内在，你的心常常是脆弱的，是软弱的，是不安的，你很难刚强，你很难有那样坚定的信心。所以神每一次透过敬拜赞美，透过这样在灵里自由的敬拜，神其实都一直在建造你的内在生命。神要你刚强，神要擦去你所有的眼泪，甚至那个想要放弃的思想。你要知道神记得，神知道你所有的需要。所以今天晚上好不好，让我们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更多的说到神的爱，神那么的爱你，他要释放你从很多很多的那个纠结当中。我看见好像一团毛线球，好像整团乱成一堆，好像你的环境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像一团乱成一堆的毛线球，好像你怎么理都理不清。可是神他会帮助你的，唯有当你的心转向神，神要转向你，神可以让这一切恢复整齐。虽然有时候你觉得你搞砸了，可是神会帮助你，不要担心，不要担心，神他爱你，他会带领你。要紧的是你的心要坚定的，你的心不要软弱，要坚定的仰望神，倚靠神。像诗人说，神啊，我的心，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弹琴，我要赞美，我要赞美神，我要用我的口来颂扬神的自己。今天晚上让我们在敬拜赞美中，我们可以领受那个内在的神迹。可是我相信我们也要一起领受外在的神迹。所以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更多的来仰望神。不管你现在所面对的黑暗有多么恐怖，可是神他掌权，神掌权。阿们。
声音，深知我永远不与你分离，我心完全属于你，不会忘记，我铭刻在你心，不会忘记，你将我珍惜起。牵我失丧，竟被你寻回。I remember， 永不忘记你，不会忘记。你赎回我生命，不会忘记。你爱吸引我心。我的生命一切全已有你。 I remember， 永不忘记你，永不忘记你。就像每一个呼吸，我心完全属于你，我心仍坚定，我有
不忘记你。再一次来宣告，就算黑暗逼近我，绝不会忘记你应许不改变。时间都会过去，我心仍坚定，我永不忘记你。神的应许永不忘记，就算在黑暗里面，主不忘记你；就算在疾病里面，主不忘记你；就算在受伤里，主不忘记你。心更多的思想神的爱，神没有忘记你，我们永远都不和我们的神来分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像枝子连结在葡萄树上，我们也是这样与主相连结。Life is the deepest of stay那卡帕斯库拉斯的主，你不忘记，我不忘记，我要赞美你的应许，我要拉菲斯格里亚拉巴斯的主，你将我的名刻在你的心，主我要来赞美你，我赞美你的怜悯，我赞美你的慈爱。Like it's so deep,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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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so deep,今天晚上好不好？要这样信靠神，信靠神对你的爱，信靠神对你的呵护。神是将你宝宝在他的怀中，所以不要再难过，不要一直哭。哈利路亚！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喜乐。神真的要带走我们所有的忧伤。要相信神，他纪念你，神他从来没有忘记我们，就这样信靠神。可今晚上好不好，我们除了我们里面我们内在的需要，可是我们再一次的来纪念这些有病痛的肢体，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
我们常常散居在各地，可是神他爱我们。今天晚上我觉得我们要继续的，我们要持续的。你知道每一天都有人在生病，有时候病痛真的不是一天两天就会好，真的需要有人。有时候我们很难要求一个人你一直陪我祷告，有时候我们会担心别人也有自己的事，他们有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需要要忙碌，可能我们不好意思麻烦别人为我们祷告。可是我们可以一起在线上祷告啊，我们一起在线上祷告。你知道过了这一个小时，你还可以重播，你还可以继续的再祷告，再祷告，一直有一个群体，一个生命共同体，就是我们。我们在一起，我们就是那个生命共同体，我们一起祷告，一起陪伴，陪伴这些软弱的肢体，可以一直的祷告，一直的祷告。即使有的时候你都没有力气祷告，你仍然可以播放这个 YouTube， 好像你可以继续的放着，好像有人在那里一直为你带到，一直为你征战。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直祷告，主说祷告不要灰心，直到神的应许成就。神的应许是什么？神的应许就是他要叫软弱的都变成刚强，神要发命医治你，因神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医治是神儿女的食物，所以我们要相信，对，我要祷告祷告祷告，一直到我的疾病都得医治。哦，我的肿瘤都消失了，我的癌症得到医治，我里面没有任何的坏细胞，我里面所有我肝胆肠胃的问题，我的颈椎，我的腰椎，我的关节，我所有的骨头，哦主，我的耳朵的毛病，我眼睛的毛病，各样的毛病，在耶稣基督里我都得了医治。弟兄姐妹要这样相信神，神顾念你。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同心合意，再次的纪念我们这些软弱的肢体。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祷告，同心之处就是能力之处。今天晚上让我们来祷告，我们要一直的祷告，一直的祷告，像马丁路德说，主啊，我要用神的应许来塞神的耳朵。今天晚上我们也是这样，用神的应许塞神的耳朵。主，你说你要发命医治我，主啊，你应许，主，你赦免我的罪，要医治我的病，所以我要来相信，我要来祷告，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为着所写下来的这些疾病，哦，我们一起来祷告，为着你身上所有的软弱病痛，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呼求，哦，我们的神他没有改变，我奉耶稣的名，哦，主啊，你要来医治失智症，哈利路亚，奉主的名。主的名，那失智的问题在耶稣的里面要得医治，我奉耶稣的名，主啊，你要来医治渐冻人，哈利路亚，神啊，神啊，神啊，主啊，吹一口生命的气息在人的里面，主啊，求你行我们不能力料可畏的事。因此主啊，再一次的祷告，我奉耶稣的名来祷告，主啊，叫所有的癌症都得医治，都得医治，哈利路亚，沙卡拉卡巴，沙卡拉卡巴塞勒勒，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所有的癌症，所有的癌症得医治，哈利路亚，主啊，在弟兄姐妹的体内，主啊，没有任何不好的细胞，所有的病细胞病变都要恢复，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奉主的名，奉主的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哦，主啊，那些非典型的细胞，奉主的名让它消失，让它退去，让它还原到神所创造的样式。哦，奉耶稣的名，主啊，求你来医治那个鼻腔的问题。主啊，有的人那个鼻子有问题，哦，奉主的名，奉主的名，求主来医治。哦，主啊，主啊，哈利路亚，那个耳鼻喉的问题。哦，主啊，主啊，奉主的名，也好，主啊，耶稣的手，主啊，耶稣的宝血来洁净，哦，来洁净，来遮盖，开通人的耳朵，就让人的耳朵可以听得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个疼痛要消失，要退去，要退去，奉主的名，奉主的名，哈利路亚，那个鼻窦炎要得医治，要得医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异位性皮肤炎要得医治，奉主的名，奉主的名，我们这样宣告，我们这样子来相信，哈利
路亚，谢谢你了，爸爸，你要干嘛？谢谢你了，把人的息肉，主啊，那个肠胃里面的息肉要消失，奉主的名来祷告。哦，那息肉要消失，格拉巴西格里亚拉巴巴巴的亚格巴西里亚拉拉的亚格巴西里亚拉拉，哦，西格里亚，主啊，主啊，格里亚拉巴塞的嘞，奉主的名，奉主的名的按手在人的肝部，哦，主那个肺部，主啊，我们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所有的阴影都要消失，哈利路亚，所有的肿块都要消失，所有的结节都要消失，哦，奉耶稣的名，主在你没有难缠的事。主啊，你为我们征战得胜，因为耶和华是战士，耶和华是战士。主啊，在你岂有难成的事？哈利路亚！主，我们要不灰心的祷告，要相信你。哦，主啊，主啊，我们赞美你。那个内分泌的肿瘤，我奉主的名来宣告得医治，得医治。那个脑部的血块要退去，要消失。哈利路亚！基利亚拉巴巴巴巴巴拉嘎巴，叙利亚拉拉拉利亚嘎巴巴利亚嘎巴，叙利亚拉拉利亚嘎巴塞。这个脊椎侧弯的问题得医治，奉主的名，奉主的名，哈利路亚！脊椎盘突出要得医治，哦，那个骨刺的问题，奉主的名，奉主的名来宣告，哦，主啊，你行一个奇事在人的身上，哦，主啊，求你行一个神迹在人的身上。看啦，巴巴巴拉嘎巴尤嘎巴叙利亚拉拉利亚嘎巴，心血管的问题，奉主的名让他得医治，啊，得医治，看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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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利亚拉拉拉利亚嘎巴巴巴拉嘎巴，现在来来来。哦，主啊，主啊，格拉斯的，那个巴西利亚，那个巴塞，哦，主那个长期卧床的问题，奉主的名，我宣告，主啊，你叫那个瘫痪的可以起来，哦，主，因此你叫那个长期卧床的，奉主的名，主，求你行一个神迹在人的身上，哦，主啊，那个中风要得医治。中风要得医治，看那塞那那里亚嘎巴巴里亚嘎巴叙利亚那那里亚嘎巴塞，奉主的名，那个右边麻痹的问题，主啊，让他得医治。哦，西格里亚拉巴巴巴拉嘎巴亚嘎巴叙的，吹一口生命的气息在人的身上，我奉主的名来相信来祷告。哦，主啊，胃食道逆流，我宣告得医治。哦，主啊，胃食道逆流，主啊，得医治，哈利路亚，卡巴西利亚拉巴巴巴，西利亚拉巴巴巴拉嘎巴亚嘎巴，西利亚拉拉利亚嘎巴塞。哦，主啊，主啊，拉嘎巴西利亚拉拉拉拉利亚嘎巴，西利亚拉拉利亚嘎巴舍利嘞。哦，主啊，那乳癌要得医治，克里哟，西利亚拉拉拉利亚嘎巴舍利嘞，克罗西利亚。主，有人关节痛要得医治，看吧，撒拉拉拉拉拉利亚，看吧。哦，主，那个眼睛的问题得医治，奉主的名，奉主的名。哦，主，让那个眼压可以退下来，哦，可以降下来，奉主的名来宣告。哦，主来相信，哈利路亚，基利亚拉拉拉利亚，干巴撒勒勒。我奉主的名，主，你要释放人从那个死亡的灵里面要出来。哦，那个死亡的阴影要退去，死亡的阴影要退去。哦，看吧，爸爸爸，西里里里里亚那巴哈巴那嘎巴西里里里里亚嘎巴西里里里里里，哦，西里啊，那嘎巴巴巴那嘎巴西啊，那嘎巴西里里里。哦，主啊，那个复健的问题，就让我们可以恢复的良好。哦，主啊，主啊，基利亚那那那里有个受苦，西里里里里亚嘎巴西里里。哦，主，我们宣告，我们再次宣告，那忧郁症要得医治。主啊，那躁郁症、恐慌症要得医治。那个被鬼附的，奉主名让他得释放，得释放。奉耶稣来捆绑那些，主啊，受仇敌，主啊，那个压制的灵，主啊，奉主名来捆绑，释放他们，释放他们。哈利路亚。亚拉巴哈巴嘎巴沙拉拉拉嘎巴塞，哦，主啊，叙利亚，拉嘎巴西亚拉巴塞克，哦，叙利亚拉苏克，叙利亚拉巴萨拉拉拉巴叙利亚嘞，哦，西基亚克萨拉拉巴叙利亚嘞，耶稣，耶稣，耶稣，亚拉巴巴巴巴巴巴拉嘎巴西亚拉巴巴巴拉嘎巴尤嘎巴叙利亚嘞。G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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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g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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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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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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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 ba shi yo g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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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g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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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ga ba shi yo ga ba s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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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 ba ha ba s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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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ga ba sa
今天晚上我感觉神要对你说，你的耳朵要受割礼。有的人耳朵没有受割礼，所以你就常常被仇敌来欺哄。你的耳朵要受割礼，要被分别为圣，不要常常听仇敌的声音。仇敌来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可是主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神是要把一个丰盛的生命，一个健康的生命，一个供应的生命来赐给你。可是仇敌常常制造那个谎言，那个混乱在你的里面。可是有的时候，神的儿女好像在软弱的时候就照单全收，我们什么都听，越听越烦躁，越听心里越有压力，越不晓得该怎么办。要学习单单仰望神，仰望神。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要微笑，向着神微笑，因为主是用笑脸帮助你的神。然后你要嗤笑魔鬼。你知道我们的神在诗篇第二篇也这样说，他说坐在天上要嗤笑。我们的主也嗤笑仇敌的作为，他以为他得胜，他以为他成功。可是我们知道魔鬼至终他的结局就是失败，所以你不要担心，那个结局已经都写好了，就是耶稣永远得胜。所以你的耳朵要受割礼，要常常思想神的得胜，要拒绝每一次仇敌在你耳边又叫叫叫的时候，你要说，我奉主的名，我拒绝，我不相信，我要来赞美神，我要相信主是医治我的，我要相信主是帮助我的，哦，我的身体越来越好，我的家庭越来越好，我的儿女越来越好，我相信神，在神凡事都能，就是这样来回应一切从仇敌来的攻击。渐渐的你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耳朵，那是一个受过割礼的耳朵，一个分别为圣的耳朵，单单归给神的耳朵。所以我们相信黑夜终究要过去，有一天神会带领你迎接那个美好的黎明。虽然主说还有一点点时候，不要灰心，不要担心，不要失望，黑暗终究会过去的，好，一切都会转好的，要这样子信靠神。 Amen, Amen。黑夜虽漫长，吸收过低谷，生命的坚强如美丽音符，让永恒的爱再次包围你，让我陪伴你擦干昨日的泪水，尽情的微笑，别害怕忧伤，勇敢的相信明天有阳光，擦干所有眼泪，你不再孤单，神必赐下从神的力量，尽情的微笑，别使我沮丧，勇敢地打破冰冷的围墙，再次昂首踏出信心的脚步，神必陪伴你走每一步路。
再一遍好不好？黑夜虽漫长，携手过定谷，生命的坚强如美丽音符，让永恒的爱再次包围你，让我陪伴你擦干昨日的泪水，轻轻的微笑，别害怕忧伤，勇敢的相信明天有阳光，擦干所有眼泪，你不再孤单，神彼此相重生的力量，静静的微笑，别使我沮丧，勇敢的打破冰冷的围墙，再次昂首踏出信心的脚步，神必陪伴你走